辣炒螺肉。辣炒螺肉的所有食材，带皮蒜头拍裂，切姜丝，葱白切断，切葱绿，辣椒切斜片，水果后放入姜片，螺肉300克，米酒1.5大匙，大约穿烫3分钟。烫好的螺肉先起锅，开中火，倒入油，放入蒜头、姜丝、葱白下锅，拌炒至香气释出，将蒜皮夹起，沙茶酱2大匙，蚝油1大匙，乌醋1大匙，拌炒出香气。烫好的螺肉下锅，炒出酱香味，加入葱绿、辣椒1根，九层塔适量，稍作拌炒，下饭的辣炒螺肉就完成喽。想要拥有美味的料理时光，快来订阅我的频道哟。